啊，我系仲夏。听讲有间云吞面咧开咗差唔多80年，可以攞嘅奖咧几乎全部攞晒噶啦。喺云吞面咁内卷嘅广州，能够公认系排入前三甲嘅，究竟佢有啲乜嘢秘诀咧？今日一齐去探探 ，Let's go！ 冇错啦，就系呢一间喺多宝路嘅阿丽啲面。哇，啲奖项多到写唔落啊！一个大用啊，唔该。食之前一定要先加啲节操。飲一飲啲面，合一合醋，爽口彈牛，雪雪聲啊！食起身，我而家腦裏邊全部都係師傅騎喺竹升上邊彈下彈下嗰個畫面。哇！雲吞嘅金魚尾好靚啊！蝦同埋豬肉咧，兩隻肉搭配埋一齊咧，佢個口感咧非常之有層次。好濃郁嘅大地魚味，可以感覺得到係經過長時間嘅一個熬製嘅雲吞麵嘅湯底係好重要的。咁依度咧雖然係濃咗啲，但係佢個味道出翻嚟。由細食到大嘅廣州人嚟講咧，雲吞麵咧係一種即係獨特嘅地位。即係咁多雲吞麵當中，佢依間係算即係喺我心目當中係比較唔錯噶啦。不但止嗰啲原料要靚。同一樣嘢，你馬虎做同埋認真做係兩件事嚟噶。蔡蘭生，今次你就冇推薦錯啦。